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nk 叶俊亨。2016 AIM 中文音乐颁奖典礼会在9月12号隆重举行。那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朋友，记得上 woodmay.com 6点钟哦，红地毯就开始喽。woodmay.com 记得上去看哦。